的时光，好的你虚荣就很重要。是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带来这首歌的是个团体，对不对？对的，叫做美秀集团。美秀集团，这次孙娜他们也有下来，对啊，这个表演，对不对？是。好。对，那他这首歌算是他的歌曲里面算是比较知名度比较高的，是的，他叫做卷烟。现在可不好了，你说你这样太贱，你说你不爱太可，来天难了还是来了，我唱的爱的这段感情失败了，但我会一直在这夜半消失，天亮地别接待，我唱的地位我们消失，时间水天不限，你少的催眠承诺还是无法兑现，我是你主人会一个你也不用觉得亏欠，你要爱上我随便表示，我还会继续爱你，我在你面前我才假装不在意，当被工具人和事实消失在这里，不怕我宠坏你，对不起我骗了你，卷烟的烟草不耐吃不起，戒不掉烟戒不掉你，怎么办，你转身离开我，我知道是我可怜，卷烟卷了我的爱，我的爱，玩的热闹，交了坏朋友，冲到前程，冲到权力，冲到成就，白天越长越长越远，我就待很久，忘了自己，忘了出身，谁能来拯救？你对我的高扬，每天我朝阳烧肉，你好像白天上的小羊，好像电话那个屁呀，只会飘香，而不是独自翱翔。卷烟送给大家，谢谢大家的掌声。